这个比较配你今天的衣服。行行。我加油了，包快点！哎呦，来的！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个发型特别的好看。肖师傅试一下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扎的辫子吧，不要太好看、哦。开始洗脑了。毕竟我的梦想是做一名美发师。哇哦！我看看前面。哇，惊人的美貌。哇，你这辫子比昨天好看太多了吧也。哇，也太棒了吧。哇，你看多好看。一直在表扬自己。嘿呀，嗯，真好看，我连辫子都看不到。哇哦，师傅我要